说哈利路亚，然后你们说赞美主，好吗？好，然后我们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们一起来赞美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是你真好，你是天使，我不。
识你真好，认识你真好，听见你是我不再心脏。我从而认识你真好，认识你真好，只愿分分秒秒在你慈爱的怀抱。是主啊，认识你真好，今生今世我们在寻找，因为主我们认识了你。谢谢天父，你将你的孩子赐给我们。谢谢耶稣，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，让我们再次来回到十字架的面前，思想他的爱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的圣经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。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十字架上一直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宝贵十字架十字架。
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主，我们说我们认识你，我们要一生来仰赖你，我们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事都必指引。你话语写在经卷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坚定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我要专心仰赖你，我要专心仰赖你，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一生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必指引。你话语写在经卷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里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将你话语写在经卷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将你话语写在经卷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里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里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献上一切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献上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加给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喜乐。主啊，我知道每个弟兄姐妹在工作中，在生活中，在家庭中，难免会有一些事情，但是主，我们不沮丧，我们不放弃。我主你说，你要刚强壮胆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信实的，你的应许永不改变。主，再次帮助我们，再次将你的喜乐、你的平安、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光，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，能够走在你的心意里，能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尊荣你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。请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